跟他们斗。哎呦我操！老公，你不要离开我！啊，干嘛？你冷静点！你不是那个什么吗？不是都分手了吗？说好的分手吗？不要离开我！不是说分手了吗？别他妈老缠着我！哎，你给我走开！哎呀，都分手了，我不喜欢你了，不喜欢你了，现在不要跟我在。我跟你说分手了，你不要这么缠着人家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都说多久的事儿了？哎，你不要理我。我知道你，咱俩到头了。说，你他妈别再拽了，我裤子掉了，我裤子要掉了，你妈！哎，我穿着松紧，哎呀，我你妈，你咋不出来呢？我，哎我，你裤子也给我薅掉了，你妈！气死我了！哎呀！哎去，不是你咋没出来呢？他没到我呢，他没说呢。这不裤子他也没给我薅下来，还没到啊？那他应该说你怎么喜爱上我了，我才会出来、啊。哦，对，那这个不算。不说呀、啊，还我怎么出来呀、啊？哦，对，不是。啥玩意儿？迫不及待，我操！笑死我了！这再把我裤子给扒掉，我操你大爷！哎呀，我再来一次，这个不太认真，不太。我觉得这个台词应该放个音乐，放个音乐的太干了，有点干。别露点了，不能，你别到时候别使劲拽啊！就是感觉要拽下来的，千万别给我把裤子扒掉了，都。哎呀，笑场了，这不太合适啊，太他妈丢人了。哎呀，再投入点，我放个什么样的音乐？哎呀，放个什么样的音乐呢？等会儿啊，放一个。100块，我操！放个这个吧。嗯。就这么愉快的局面，来重来，这个不算，重来，我知道剧本该怎么说，好，再离开视频，来兄弟们，记得把关注都点一点啊，直播室同志的哥哥，你不要出镜啊，这次来，来，三，二，一 ，Action。兄弟们，现在在徐州的大街上，我觉得蛮开心的。现在一个人，哎呦，我操！哎，等会儿你稍微不要那么用力，你稍微温柔一点。哎，我爱你，不要离开我。哎，我现在那个什么，我现在对你已经没有感觉了。但是你别，我真的别往死里好。离开我，不是我求你了，我离开你我会。知道，亲爱的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已经三年了，咱们缘分已经到点就行了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会三年不能死，就扒个裤子。但是那个什么，咱们缘分已尽了，你会寻找的更好。我就会祝福你，你一定会更好的。现在我已经不喜欢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才是我的真爱。我们才是真爱。滚蛋！我死开！你都不知道，我就喜欢这个。我跟他已经相恋很久了，实际上我只是不好意思跟你说。哎呀，你把那个死娘炮，你能不能好好？哎呀，把我裤子给我护一下，你把针扒下来了，我操！哎，对不起了，今天我们就缘分已尽了。我喜欢的是他，要我跟你秀个恩爱吗？我喜欢的是他。嗯，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